选择下路法师去打亚非利欧的阵。哎、怎么画面回来头被破壳成这样啊？哇，头破血流、啊，头破掉啦！这就是小 V 的法师吗？而且，哇，要分开走啊！这里给一个柱子，有需要会散吗？这里推的是一个 MN 啊，我来了一个声东击西，小龙一命中，有机会抢，有机会抢哦！但 Rest 我过不来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过不来了。直接转头去拿下河吗？哦，但朗德来咯，哦哟，这里是 JG 二号，也慢慢的靠过来，闪现金牌，第一个 TP 是辛朵拉的 TP， 然后接着的话是 HK 轻松的拿下首杀，但反身的话，哈娜赶紧摸队友回到了 Bevan 的身边，但这个虎啸龙吟也是换掉了 Bevan， 我推到了，这边小 V 一个推是推到了空月身上，无敌直接交闪过去，想要来硬留人，追着 Rock 打，这边 HK 感觉要全灭了。进到了塔下、okay ，但不是你家呀，吃到塔的伤害，最后哈娜直接200开局。最后空月也被赶到了死胡同，这是什么熟悉的厕所呀？在厕所里面看到了小 V， 直接推过去加普攻，小 V 掉线，所以这边也有补到他的法语。这里这个闪现金牌，感觉东山好像有点老哎、欸，有点老哎、欸，没有，那真的很老了，他已经真的蛮老了，也没错，对，就反应有点慢。知道吗？不能说你也没讲错。这里台北这一战队是可以打的，因为他们的下路线再有一个很大的推线优势是能先靠，所以他们要拖到朗德跟辛朵拉先来。那纳尔这边是直接把线至少在塔下线吃完之后才靠过来，所以稍微慢了一点，但后续整体来说还是在下路线的优势。这里看起来空月想要来 gank， 闪刷跑到两个，然后定住小 V 往前一推、哦，来看一下月影重炮也定住两人，给个标，虚弱也交。小 V 的话还有逆命的命运支援。在刚刚这一波，其实执行的算蛮漂亮的，对 HK 来就这个线不好啦。对于台北战队，这个下路线非常非常不舒服。唯一的解就是叫打野过来帮忙，推这个 B 线。但可以看到哈娜这边的路线，他是想要往下刷的，那这小 B 就出事了。还跑咯，哦，这是很少见到的画面。之前都看到东山在中路农农兵，现在东山开始跑线了。这里看到空月，空月意识也蛮好的，知道这里可能会出人。哦，这什么踢？踢在墙上就。看你不爽就踹一下，哦，这是一个情绪踢啊，这个似曾相识哎，这个踢，哎呀，这个我好像两三天前也有看过，不愧是我师傅，哎呀，这个师承哈娜呀，师承哈娜，这里打杰西在怪碰，哎，这里打起来了，离闪 M M 变出了手里剑影分身，我连空了两招，连丢两个，哇，小 V 这里好腰力啊，我这个操作很精美，如果吃到是要直接死哎，哇，这个腰力还敢说没有，我的天，但这一波 Zating 可以接哦，因为小 V 这里可以 TP 过来打。现在对于追战队来讲，算是一波五打四，哎，他下路，他去下了，那这样子 HK 可以继续打哎，因为纳尔这里要变小了，所以 HK 这换 HK 可以接了。这边上半部还是一个四打四，亚非利欧还在路上哦，这里预示者是漏在了 HK 这里。闪现金牌又定哈娜，我飙到嘞，飙到直接逼闪，但空月是闪现过去一个撕裂，直接把哈娜给带倒。我感觉不能打哎，台北战队人也都靠喽，那这波有怒，所以 HK 也很快的就拉掉，无敌六等哦，这里给到一个标，不过反身的一个柱直接逼出了圣怒霸体加闪现，空月还要继续的追击，但接着是命运的大绝下来，这里的话开一个救护车让你走，哎呦，这叫 TP， 中塔不能掉。可以耶！我台北战队这波的营运哦，推到嘞，推到在一个一支之力，反身的话直接闪勾接金牌，再接各种的狙击，月之狙击让空月是拿下人头，好像有点紧，紧都机超，机超啊，就是你他只要不要抽错牌就会杀，因为小 B 的位置太差了，哎、欸，飙到飙到，现在是不能小瞧这个美洲豹的，哎、欸，这里可以逼个大绝吗？能逼个深度霸体就很赚，哎呀，可惜。东山这场比赛也不是这场比赛啦，这个赛季几乎是从未跑线。然后接着，哎、欸，这里怎么又抓到人了？又是乌迪，亚非利的伤害慢慢起来喽。一个推的话，推到东山来喽。东山过来逼了一个惊人，圣怒霸体也开心，直接丢出了永寒之霜，再一个超负荷。哦，但扭掉这个推还行，纳的怒不错，这里 HK 要一直拉打，一直 poke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两边应该如果要打，应该是打预示者的，所以这边的话 HK 可以先抢中线。这里一个柱稍微卡住，但侧边一个月云重炮留人短。这也是 HK 这个阵容一个蛮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有点被刷爆的感觉咯。对，那这里纳尔有怒，但要变小咯， HK 可以往前打咯。我感觉又要变一个拼撞局了。走回去，这的话是直接拿了就走，追听当了一个大义工。然后侧边的话是 Bevan 的屠戮抓到了小 V， 小 V 的位置非常的危险，赶紧交闪现往后走。不过接着的话是 Rock 来到了正前方，直接被小 V 一个黑暗星体也给击杀。哇，没有前排的 poke 阵很难玩呐、啊。然后空月就按个中就有了。哇，跟徒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状况啊。怪，一个在龙，一个在预示者啊。对，你看这里打，因为其实
我觉得台北战队这里开预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配合 Race 的怒气，所以 Race 这里一变小，你看 HK 人全部往前压，然后这里转头过去，应该是空月拉到这个仇恨值，台北战队人拉太远了。然后后面这里要抓小 V， 但可以看到东山这边浓了那么久，终于发挥到一波了，伤害非常高，直接把冲进来想要收。时间哦，他的魔剑叠好，这里飞过来金牌，丢到太远了，留住再一个标，小 V 半血，哦，他是被那个反推，这里小 V 也很凶啊，小 V 好像要，他直接倒地了，哇，这里的花飞出去了，这小 V 突然的一波送头，这边他是一个闪推啦，但闪推的时间也没有跟队友配合好啊，哇，这里可以开开巴龙吗？哇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。这里其实小 B 这个推很有这个梦想，但关键是推到的瞬间可以看到李星跟雷兹都还在河道那边在走，所以推到虽然推得很漂亮，但没有人能跟得到。推到那就是纯粹的打一个 CC， 那 Racer 也没变大，反而是被 NN 一个暴击。但两边现在是感觉隔着两个半区啊，一边想要控巴龙区附近，但 Jating 是占据了小龙区，哦，又是一个秘密大招。这次的话，飞的是前方，又是小 V， 目标很明确，小 V 被秒杀了。然后 Race 的话是一个大纳尔，不过已经是四打五的局面，马上的话又倒下了一名成员 ，HK 准备要去拿下巴龙了。这个他是已经输了七十支兵了，但他的存在感跟影响力却比东山高。哇，这个输了三点五 C， 但会战打起来像有五个西门啊！我的天哪，哇，被技能 bait， 那巴龙掉了。这个巴龙 HK 是轻而易举的拿下，在二十八分钟的时间，执行不了的原因是边线带兵，但有了巴龙就完全不一样。哇，这个 R 下来的位置很隐秘耶，然后金牌到嘛，搭配一个这个标，乌迪想到要去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小 B 直接被换掉，而且一开始哈娜跟 Riz 先是踩小龙这边的视野，所以也会比较慢，而且也是我的，哇，再加四刷爆，哇，好痛哦。比赛哇，飞过来了，有闪吗？小 V 又是一张金牌，但反正的话，空月想要继续的咬死小 V， 小 V 倒下，然后接着的话 ，Mission 开了车过来，但是只能看到自己队友的尸体啊！哇，这里要断兵线，拉一下兵线，拖对方进攻时间。那 HK 要龙还是要高地呢？哇，这波是在 Hana 他们在布视野的时候，小 V 一个人落单就被匿名抓到了，就一张金牌就完事。哇，这场比赛 Bven 是抓机会大王，又是金牌，又是月影重炮，又是钩子，又是东山，不，东山第二次而已。但这里的话已经死亡了。哇，纳尔这边被控到了，变不了大只纳尔。哇，纳尔小小直接倒地了。好像结束了，因为能清兵的都倒了，小 V 要十秒，而且小 V 现在没闪嘛，等下就闪现金牌他就死了。哇，结束嘞！哇，这里 HK 要直接 GG 了。GG 了。站过来，第一座的门牙塔直接炸裂，第二座的门牙塔也是没有。闪攻我攻到了。又是小 V， 直接瞬间蒸发。小 V 这场比赛260的战绩，准备要让 HKA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哇。